查考《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撒母耳记上》第四章。那么，题目定为“胜败荣辱都在乎神”。好，我们翻开《撒母耳记》第四章，旧约339页。第四章记载了一场战役，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一场重要的征战。那从第一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的打仗，这并不是主动了哈，这是被动。那非利士人是从地中海沿岸海岛，然后慢慢的迁徙来到这个巴勒斯坦的西南岸就是今天的加萨走廊所以非利士人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的我们说的这个地方的人。那我们今天不谈现在的历史情况，这场战役发生在主前1000多年距今就3000多年前了。3000多年前的战争我们拿来谈但是记录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记得唐太宗有一句名言唐太宗有一个名臣叫魏征嘛那常常他们之间有互动，那么他就说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可以正衣冠照镜子可以对照我们的仪表，那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所以优点学习见不贤内自省就可以调整，那以史为镜呢可以知兴替。今天我们读撒母耳记好像是3000年前的一场战争，但是它却带给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应当得到学习所以我们来读这一场战争。我们请看第一节到第四节这场战争首先谈到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亚佛。第二节，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军兵约有4000人。三节，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约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来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四节，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督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阿们。好这个战争有两段，第一段就是1到4节，以色列人战败因为非利士人慢慢的迁徙到巴勒斯坦的这个今天大概加萨走廊这几个地方是平原地带，然后他们呢也因为那个地方物产丰富那以色列人当时又软弱也无暇顾及，所以他们势力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然后就开始往山地来再争取了，那就要遭遇到住在山地的以色列人了所以这个是必然的结局了所以不得不打仗那打仗呢以非利士人当时候善于经商，善于行船善于这个各式各样的这种发展以色列人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一开始前面衔接的是士师，是一个黑暗，是一个软弱，一个最低谷的时代从政治从宗教
从各方面都是在以色列最黑暗的时期，啊，所以啊，啊，连啊精良的武器也没有，哦，连正规的军队也没有，啊，个人呐，啊，各自为政，哦，连信仰都堕落了，哦，所以啊，啊，这是一个凄惨黑暗的时代，啊，只有面对敌人的啊这样挞伐，但是现在要来攻打了，也不得不征战，哦。好，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以色列的营在以便以谢，以便以谢，我们这个名字很熟，以便就是石头，以谢，哦，就是帮助，所以帮助之石，哦，就是一个受帮助的石头，哦，就是说这个地名大概是这样子。这个跟等一下我们在后面读到七章，哦，那个另外一个啊撒母耳啊，在另外一场战役当中啊，在那里立一块石头叫以便以谢，啊，这是不同地点，啊，那里是米斯巴，哦，但是大概知道这个意思，哦，那以色列人在以便以谢，那非利士人在亚佛，亚佛在哪里？我们今天就会很熟，亚佛就是哪里？就是今天的啊，以色列的第二大都市了，哈，第二大都市。那我们应该是说特拉维夫了，哈，特拉维夫是以色列的第二大都市，但是大的港口啊，以前旁边叫亚佛啊，说后来呀，啊，啊，这个当然历史哈，哦，严格有一点过程了，哈，我们今天不谈史地。那后来整个就叫做特拉维夫亚佛了，今天就是这个都市，哦，啊，其实这个地方啊，早期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是但支派的范围，哦，但支派的范围啊，但支派不止这里，还有北部，哦，好，先简单点到，所以在今天，哦，我们就很熟，哦，特拉维夫，哦，我们有去旅行过的知道。那现在呢，两军对战，哦，交战，结果一翻两瞪眼，以色列人马上失败，被杀四千人，哦啊，这个就很惨烈了，四千人不是少数，哦，即便今天的以哈战争，哦，一次四千人也是很可怕的战果。好，那么现在失败了，刚就是，哦，因为以前的对战就是这样子摆阵，然后对战，然后一次决胜负，然后输就是输了，哦，就要退，哦啊，退的话就是啊大败嘛，哦，回来第三节百姓溃散，回到这个以色列营中，哦，所以第三节说长老说，哦，为什么要找长老啊？士师的时代，在这个时候士师就是领政，就是统治者。我们知道这时候士师是谁，那个老以利亚，哦，眼目昏花，哦，看不见啊，几乎听不到，哦，没人做什么事，他能够做什么，他不能做什么，所以实际啊，就交在长老，以色列支派长老的这种带领，哦，所以这长老就是一个领导者喽，哦，各支派的长老，哦，所以大家回来啊，当然来问指挥官、领导群、领导者，为什么神使我们败呢？败在那个外邦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手中呢？哦。大概，哦，这个问题问对了，哦，他们啊，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背景了，他们也想到啊，今天对战不是我们啊军事武器啊战略啦，啊，战绩不如，他们不会归咎这个事情，哎，不会说啊这个我们领导者啊很差，哦，要换将，没有，一想就想到神使我们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对，所以长老聪明。一想就想到答案，这问题是方向对了，接下来呢？接下来啊，没有好好思考，既然是神是我们拜，为什么不问神呢？他们马上啊，你看，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啊，来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所以接下来马上做了错误的决策啊，所以啊，我们今天会看到一场战争，一场这种征战成败，哦，带领者还有跟随的人啊，观念对不对，哦，
这是一场神的选民与外邦人征战。那么带头的领导者说到神是我们拜，那他们呢、就想，那我们就把约柜带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一个有趣的人的软弱了、神选民呢、犯的一个错误、约柜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抬约柜出来？因为他们想起以前的记录，以前的历史，哇，那个从这个民数记哦，民数记第十章哦，我们还记得什么事情吗？哦，民数记第十章哦，大概应该是说33-36了哈、那约书亚记哦，我们简单讲啊、神的约柜哦。神的约柜啊，太重要，象征神临到、神与人来同在的这样的一个表征了哈。因为摩西就在约柜哦，两基督伯之上的这个神的施恩座哦，神临到那里跟摩西讲话，所以百姓都认为那是神的代表，神的甚至把它误认为是神的本身、那个约书亚记第三章、以色列人抬着约柜走约旦河，河水分开，对不对、这个是太奇妙了、他们见识过以前这段历史、他们的先祖的历史他们很熟。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攻了第一个、迦南地第一大城、他们怎么攻耶利哥呢？是神要他们抬着约柜绕七天哦，这样子，然后就城墙就倒了。所以他们知道约柜是神的大能，约柜是神同在的意思的哦。但是他们想的太简单了哦，这是神临到、神与人讲话、神与人同在、神施恩没有错，但是呢？更重要的，约柜表明什么？在民数记、在利未记里头都提到，在约柜里头有什么？有法版神的诫命，有那个摩西的杖，对不对？有玛纳，不是，应该就是说神啊，要人记得约柜是什么？神跟人同在没有错，但是神与人立约了，所以重点是就是。神与人同在，更重要的是神与选民立约、所以这才是约柜的精神，约柜的象征。那些问题是现在长老跟百姓都认为约柜就是神，然后约柜来就会得胜、所以你看这是第一个错误。那第二个，他们认为约柜有法力、那不就跟外邦人一样？那你看第三节，他又提到，好在我们中间来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在我们中间好像来这里，神来这里啊，我们在这里打仗才会得胜。这个像不像那种不认识神的人、外邦人？哇，神岂是一个地方的神？神岂会受空间的限制呢？神不是那个充满宇宙万有？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那个真神吗？怎么会说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才能够赢过敌人呢？所以这是第二个严重错误把神偶像化然后又把神这个矮化，好像外邦人说有山神海神这个太严重。所以真的就这样来做。第四节真的下这个严重错误的决策这个打发人从示罗因为约柜在示罗，在会幕那里嘛然后他们去把示罗从约柜抬来，有没有问？没有，不知道所以第四节更严重的是跟谁跟来了谁跟来了约柜把他抬来，没有问神约柜来谁要来？祭司要跟着
哪两个祭司以利走不动了，老了98岁了，生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哇，这两个恶人啊，恶人、哦、所以非常讽刺啊，这个谁与约柜同行，哦，恶人与约柜同行，神会跟恶人同行吗？哦，所以啊，约柜来，神没有来，哦，很悲惨。好，而且来的是恶人，哦，所以在第一段落，我们看到他们在失败之后，啊，用人的想法、血气的方法做了错误的决定。好，我们来看第五节，结论会是怎么样？第五节，耶和华的啊，这个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变震动。六节，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七节，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八节，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九节，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隶，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十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十一节，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好，我们先看到这里。那么现在第二次的征战，决定性的征战啊，以色列人想说抬出约柜，神必帮助啊，一定得胜哦。结果我们来看啊，结果不是这样哦。第五节啊，约柜到了营中哦，当然以色列众人就大欢呼啊，胜利了，赢定了哦，欢呼到地震动呢哦，那个震动到啊，这个我们说啊，以便以谢啊，跟非利士人对阵的那个啊，那个啊亚弗哦。啊、大概距离3公里哦，3公里远可以听到。高不高兴？高兴。有没有笑？没有笑。哦，但是啊，还没有打，非利士人真的怕起来了，因为一探听，原来是约柜来了。哇，约柜是什么？啊，大家听过啊？哦，那个带领以色列人，哇，他们的神，哦，他们的神，这个很厉害。哦，有神到他们中间。第七节，非利士人的害怕哦，其实就是世人的一般的了解，其实他的认识哦，有对有错。你看哦，第七节，约柜到的时候，非利士人啊，听了解，怕起来。为什么？有神来了，有神来了。哦，啊，今天哦，很多人说有神来了哦，但是这个神还是复数呢。哦，有神的，很多神。所以他们认为啊，就像我们那拜的那个大滚呐、啊，哦，是啊，这个是啊，耶和华是其中一个神啊，但他们的神来了，不管了、啊、哈、哦，就是神来就很可怕哦，又很厉害，啊，所以这个是非利士人的错误的认识哦，然后又说啊，这样我们有祸了，我们这边没有神呐、啊，我们还没有来不及抬，他们抬来，我们来不及抬哦，所以就用这种这个。机械方法哦，这个世人的方法在比较，啊、哦，没有这样的事的，从来没有哈、哦。八节，我们残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呢？你看这些哦，他们还是认为这是万神之一了哦，众神之一哦，因为、啊、他们还是听过从前在旷野哦，这个啊，其实有点错误哦，他们呢 啊不是旷野了哦。约柜当然带他们走旷野，哦，征战没有错，但是最主要是击打埃及人是在埃及地了，哈、哦，所以这个非利士人太紧张了，哈、哦，讲得太快了。那各样的灾殃，哦，没有错，哦，十灾，这个非常有名，哦，埃及人被十灾打得啊、几乎啊快灭亡，哦，连法老的儿子都死了。
所以这个是对的，打击埃及人也对，但就是这些神，他讲错了，还是在讲这些神。好，这个无论如何是腓力士人对约柜的害怕，对那种战惊，所以某一个层面来讲，好像以色列的长老、以色列百姓做这个决定，好像也对，拿出来哦，可以威吓敌人，就是今天今天的问题哦。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这个部分。那第九节，腓力士人受到激励，你们要刚强啊，背水一战啊，虽然他们有神，我们等死就是拼拼看，要刚强，做大丈夫，免得做奴隶，像他们做你们奴隶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背景，你看像以色列人做我们的奴隶，所以这个时候腓力士人是强盛的，是压倒的，所以以色列人常常被压榨、被欺负，甚至要当奴隶，所以他们现在说，如果失败就要当奴隶，所以要拼，拼一次，结果激起他们的这种奋战的精神因为没有退路以色列人以为约柜来神帮助必胜，那腓力士人是认为没有退路，一定要打所以这样来拼，结果重点都不是在这里，重点就是这里没有神，只有两群世上的人在征战，那谁强呢？腓力士很强强者当然胜而且强者又同仇敌忾那个弱者又搞不清楚所以我们都看到这个结局了啦你看，而且结局是悲惨的。十节这个腓力士人打这个击败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大败，然后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很多光是步兵扑倒三万很可怕，扑倒三万。最惨的是什么十一节，神的约柜被掳走因为这是战胜品掳走对方的神是最重要的那两个年轻祭司、两个领导者和弗尼菲尼哈通通被杀。好，那这个看到我们说的这场战争的最终的结局是这样子惨败，而且败得非常的羞辱大败，而且失去了荣耀神的约柜被掳神的祭司被杀，以色列人溃散逃亡。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应该想到一些事情，在这两段里头我们看到人往往以为这个胜利要想尽办法或者要靠自己这个在征战上面如果没有认识这个必须要靠神那就会失败。今天不是世上的征战我们今天谈到这场征战里面两个对象，一个是以色列人，一个是腓力士人两国，那其中有一个角色是神的约柜那以色列人简单来讲，如果今天我们在读，我们说读圣经里面的历史，神记录下来使我们学习知道兴替，怎么样得兴旺怎么样得胜利。以色列人在当时候当然是选民，那今天呢是神的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位受洗归入基督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基督的后裔我们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这场征战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导。那腓力士人呢，当然是以色列人的敌人，神选民的敌人，神得救教会的敌人是谁？世界、魔鬼、撒旦与我们为敌这个世界就是腓力士人代表的意思了属灵的预表撒旦的集团，那就是今天的世界
哦，所以我们跟今天跟世界，这个世界属于罪恶，属于魔鬼的权势，我们跟世界在征战，哦，所以啊，这个是属灵的征战，啊，神的约柜当然表明神与人同在，与选民同在，神的见证啊，哦，所以这样子来看呢，我们就可以从属灵的角度来检讨了，哦，那以色列人失败，当然他们啊问对问题啊给错答案，哦，啊，他们是失去神同在，哦，失去神同在，那神要同在的方法，不是把约柜抬出来，哦，神为什么不与他们同在？我们前一章，哦，第三章，我们礼拜二学习，这个时候神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为什么？神 不想与以色列人同在，因为败坏，因为悖逆，因为不亲近神，甚至啊很多外邦的风俗，所以神没有同在啊。所以问题，约柜一直在示罗啊，现在不是约柜，是神没有临到以色列人当中，神不与以色列人在一起，神不在约柜来指示了，哦，一样的意思。所以重点不在于抬出约柜，是要回到约柜，神跟人立约的精神，你有没有遵行神的话语，有没有归向神呢？哦，所以搞错重点了，难怪没有方没有效嘛。所以你约柜抬出来也没有用哦。那今天很多基督的教会哈，很多人也是这样子的啊。如果只是用这种外表哦，外在的这种形式啊，我们要复兴，要兴旺，要怎么样真心信仰哦，办很多的大型的这样的聚会，盖很富丽堂皇的教堂，然后举办什么很这样子联合的这样的活动，哦，其实这个都还是表面而已，哦，这样子是有没有真正的信仰在神面前来亲近神呢？来归向神呢？哦，如果没有这样做可能只是虚有其表。那甚至哦，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拜神啊，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不在山上，不在这里。哦，耶稣对那个迦南妇人，对撒玛利亚妇人在讲道的时候，什么叫心灵跟诚实？要在灵里面。什么诚实？真理嘛，原文就是真理嘛，圣灵跟真理才是神临到，神同在。所以这间教会有没有神同在，端视有没有遵照神的真理，约柜里面的法版实践，有没有照圣经来走，有没有圣灵临到，顺服圣灵的带领，哦，那是真实的敬拜，哦，所以啊，如果觉得信仰衰微，这个属灵啊没有亮光，要怎么样来振兴不是更多的聚会，更多的活动哦，或者说我觉得我有来去，我有祷告，我有唱诗，我有听到我有在服侍这样，但是我的心灵有没有亲近神？我有没有把神的话语诫命行出来呢？哦，与神来联合呢？哦，所以这个才是重点哦，要查出原因。如果有软弱不对的地方，像以色列人，这时候以色列人要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要改变，要悔改，哦，归向神不然的话，只是抬约柜出来而已我们就想到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们的信仰要如何振兴起来，哦，教会要如何再兴旺，都是这样子哦，这个不要让这个历史重演哦，以色列人只是看外表表面做形式的信仰哦，把约柜抬出来，结果神没有与他们同在。好，那请看
我们这里做记号，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看第十节。以赛亚书一章十节，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其实这以赛亚先知是在对北朝，对以色列人讲话呢。然后他们被称为所多玛，被称为俄摩拉，何等的讽刺，何等的令人伤心。因为啊，他们表面上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实际呢，里面他们都堕落了，都败坏了，好像啊，所多玛，好像俄摩拉，贪爱这个世界，崇拜这个世界，追求这个物质，甚至啊，信仰上是背叛神，直接去拜偶像。所以啊，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跟我与我何异呢？供绵羊的燔祭，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羔羊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十二节，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十三节，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瓶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好啊，简单来讲，以色列人作恶，违背神，悖逆神，然后呢表面上又来到神的圣殿守节守严肃会，然后献燔祭献赎愆赎罪祭，但是神觉得厌恶了，因为他们心不诚实，不是真实的敬拜，所以这些祭祀这些献祭都枉然了。所以十四节你们的月朔节起，我心里憎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十五节，你们举手祷告，我就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满手你们手都满了杀人的血所以还作恶，这样神怎么会听他们祷告，怎么会悦纳他们的祭物呢？所以再多的献祭，再多的这样的供品，神都显看为厌恶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应该检讨，是不是应该来注意有没有沦于表面的形式而没有真实的敬拜。十六节，神的意思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止住作恶十七节，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好，简单来讲，要悔改，离开恶，行出善离开违背真理的事情，回到神面前，行神所看为义的事，就去照圣经来走，照神的话语走就好了所以这是要得神垂听的方法了好，所以这也是这场战役让我们看到必败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必败的结局。好，那我们回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结局已定。那这个失败呢再把它整理一次第十二节，撒母耳记上四章十二节，败的时候大家纷纷溃逃当然有人要回来报告信息十二节，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呢，以利正坐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道是什么？道路啊！以利祭司怎么会坐在路旁呢？因为他坐在城门口，他就是一个士师，他是总指挥官，但是他无法行动，太老了太软弱了。坐在位上，那个位置是什么？坐在门口审判，事实就是坐在门口审判众人管理治理众人。十三节，到的时候一粒然后我们看他为观望什么？他约柜出去的以色列人在征战，
到底怎么样呢？他忧心，那人进城报信，合成人就呼喊起来呀、啊，哇，大叫，惊慌。什么事情？哦，以利听到声音，但看他看不见。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这宣长是什么缘故。那人就急忙来报信给啊总指挥以利。祭司以利了。十五节，那时以利已经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16节，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事情怎么样？”17节，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我们刚说扑倒30000至少，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18节。这个人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置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很老了，老迈，身体沉重。啊，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结束了这个荒谬的40年。一个老祭司哦，40年，他98岁做40年，大概要58岁，58岁。哦，加40就是8岁。之前在做什么？就是祭司啊，因为祭司是世代承袭。一提神的约柜，以利跌倒，颈项折断，当场死亡。这个事情是什么？在门旁哦，在城门口的门旁，众目睽睽啊，不是在他的家里，众以色列民看见。所以这是很大的警惕，但是这也是神的管教，不是吗？神的刑罚，不是吗？哦，大声疾呼哦，回来报，一看那个人跑的方式，脸上没有笑容，大家就紧张啊，惨了惨了，尤其他喊惨了哦，或者说他报这样的恶性，所以啊，大家。呼叫不是因为神的荣耀欢呼，不是胜利欢呼，而是什么？哦，而是哀嚎、哀戚。哦，地都鸣叫呢。哈、哦，这个实在是可以对比一下前面呢、啊，这个约柜去的时候，大也是叫到地都震动了。那么欢喜，结果啊，这个白忙一场，哦，空欢喜一场。现在啊，大叫，哦，因为这个12节说这个人是撕裂衣服，头蒙灰尘，不用讲就知道惨了，就知道是失败，哦，而且不晓得这么大的失败，就他一讲，哦，我来报，哦，很多人死了，哦。所以看到国难、国祸，哦，三万人扑倒是3万个家庭，所以家破。然后呢，人亡嘛，国祸家破人亡，为什么？神没有跟他们同在啊，哦，所以啊，到底在欢呼什么呢？前面的约柜，人的欢呼，人的方法，人的情绪，有没有帮助呢？完全没有帮助哦，因为主权在神呐、啊。哦，我们来看他们把约柜压出去，好像说：“神啊，你要跟我出来。神啊，你要帮我打胜仗。”以前约柜是怎么出去的？回想一下《约书亚记》。神告诉约书亚：“我来当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马上跪下来，鞋脱下来，完全伏在神面前。所以从此他知道要跟随耶和华。他一直也是跟随摩西，他不敢擅作主张，所以他的这个带以色列民呐、啊。走旷野，攻迦南地，没有失败的，啊、哦，除了爱城，爱城那个是神另外的管教，有人犯罪，神在要人警惕，
所以约书亚是怎么样？是神说约柜要出来，所以神吩咐约柜要出来，祭司才抬约柜过约旦河，不是吗？是约书亚说我觉得应该抬约柜出来，我认为我们商量一下约柜把它抬出来，没有，神说他要出来，所以人只能够顺服，因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真神啊。一样啊，到了迦南地攻耶利哥城，请问是谁敢去动约柜？没有，神吩咐祭司抬约柜绕耶利哥城，约书亚照这样命令来行，祭司照这样命令来行，那是神主动吩咐啊。所以主权在神，不是吗？现在以色列人怎么胆大到啊叫神出来？谁当神？是你是神还是我是神呢？所以啊，敬畏神不敬畏神在这里。以利扑倒而死，以利啊三大这个震惊哦。第一个，国家有难，当然他很痛心哦，一定蒙尘。第二个，两个儿子同时都死了，两个祭司又是他的两个儿子，家难，骨肉之亲，他其实很痛啊，但是他早知道啊，神说要杀，神给机会，你不处理，你不后悔。第三个是他最怕的，神的约柜被掳了，所以这个他听到他马上就倒地，那个才是最大的，他最担心的事情。所以三大大灾大的刑罚管教都临到了，哦，所以啊，主权在神。回来看看，神说我要行一件事情。我们再回溯我们上礼拜二读的第三章，请看第三章，第三章十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哦，有没有耳鸣？有，众人大叫，震惊，惧惊恐惧怕，从来没有听过。哦，所以啊，果然耳鸣。十二节，因为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哦，有没有应验？应验的，啊。哦，十三节，神没有，不是没有给机会哦。神在第二章啊，就已经叫那个以利哈，哦，要悔改，哦，要改变，他不听。所以呢，十三节说，我告诉他必永远降法于他的家，因为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尽职。十四节，哦。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却永远不能赎去。撒母耳第一次听到神的话是这种可怕的内容，这里面有国难，有家难，有人为人命啊。但是呢，这是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神有公义的刑罚，他有没有慈爱？神没有慈爱，不用再这样叫撒母耳去跟以利讲，神早就跟以利讲了，以利有没有动？以利没有动，哦，所以以利不动啊，神啊，在第二章就叫先知来讲了，所以神一讲再讲，以利呢始终没有反应，没有改变，啊，更不要谈他两个儿子的，哦，所以啊，我们看第二章，回溯来看第二章。第二章二十九节，哦，以利，神对以利说：“我所第二章二十九节，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所以三十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的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许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现在看到结果了，以利有没有尊重神？他只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那甚至啊，他任凭
啊，这样恶人的儿子去带领，让神的约柜在仁义下面出去。所以呢，这些人毫不尊重神，藐视神的约柜，就是藐视神的意思啦。结果呢，那神就藐视他。哦，所以现在神所说的刑罚一一一个一个实现，所以神所说的必定成全，神的公义必定临到。哦，神的慈爱如果不能把握，人不能把握，那就面临神公义的刑罚。哦，所以以利死了。然后我们回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十九节，撒母耳记上四章十九啊，最后呢，这里死了两个儿子，哦，以色列人已经死三万至少，现在是大是祭司啊，何弗尼、菲尼哈死了，以利一听到约柜被掳，跌倒颈折断死了，哦，老师死了。十九节，以利的儿媳妇菲尼哈的妻子怀孕将到产期，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哦，二十节，将要死的时候，啊，可怜，也要死，难产而死，但是他有生出来。旁边的妇人站着，哦，妇人们啊，这些接生帮忙的说：“不要怕，你生的孩男孩子的。”但是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为什么？因为一切都完，一切都不重要了。二十一节，他只想起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哦，其他都不想，他只想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大败，羞辱，荣耀不在的。哦，所以为孩子取名叫以加伯。以加伯这个妈妈，哦，啊，没有写，他只写菲尼哈的妻。以加伯后来也没有看到在记录在哪里，他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荣耀离开以色列的，在这一章的结局，是我们很心痛啊！哦，没有荣耀，以加伯就是没有荣耀了，没有了。不见，离开了。荣耀在哪里呢？啊，世人啊，都想争取荣耀，人的教会都以为荣耀。荣耀是什么？教会没有神同在，哪有荣耀？以色列人有没有约柜不重要，约柜是表明神有没有同在啊。没有神有什么胜利啊？有什么福气？有什么啊这种荣耀呢？没有啊。教会也是啊，教会没有神。什么叫教会没有神？神的真理圣灵没有在，是教会吗？教会没有神是宗教团体而已，它就是一个社团。所以我们要警觉，要明白教会是属神的，基督的身体哦，基督的身体有灵，有神的圣灵，有神的真理为根基。哦，耶稣基督为头，他是房角石，真理为房角石，基督本身就是真理啊，遵照真理而行啊，神才会同在，神同在，圣灵降临，那才是神的教会啊，那才会有荣耀了。啊，不是教会有 多大，有多少人，有多少活动，有多热闹的这样的一种欢愉，多大的歌声，哦，都不是哦，哦，这个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哦，啊，不然的话啊，就失去了荣耀。现在二十一节，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的，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为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都没有了，毫无荣耀可言，败在非利士人手中。二十二节，他又在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啊，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他知道神的约柜不在，神不在了，那一切都没有用，没有价值的。哦，好，啊，当然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刚分析了，也啊来述说了啊以色列人的错误，以色列人的这种。啊，对神的不敬畏，啊，包括
以利，神一再给他警戒，给他机会，他却尊重，也不来教导孩子。好，我们看到这样好像是很没有希望啊。这就是世人的一种一种惯用的价值哦。世人会习惯用科学来解释因果啊，以色列人武器不够啦，设备不够啦，战绩不如啦，所以他用世人是用这样来解释，用什么？用昨天解释今天，所以现在碰到问题、碰到灾难、碰到苦难啊，我昨天怎么样？好了，用世人的角度，但基督徒不一样。我们看到这里又觉得，哎呦，怎么这样子？以色列人怎么办？他说以加伯啊，荣耀不在了，没有希望了。但是不是，基督徒倒过来，我们今天读这个历史，我们看到下一章，我们就会马上看到神舍弃他的荣耀，神自己维护他的荣耀。神的荣耀不是靠人呢、所以啊，神在下面一章就彰显他的荣耀。到时候非利士人就知道了，我们下一次再研究这一段下一章了。但是我们说基督徒的信仰，我们是相信说明天才是今天最好的解释，明天还没来，下一章还没读，但是我们知道神必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呢，今天的苦难不是结局，最好的还没临到。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任凭他们，甚至让他的约柜被掳，在非利士人看起来是不荣耀，有以色列人觉得荣耀不见，那神会自己来彰显所以基督徒要有信心。现在祸患其实神用这样来凸显，来让以色列人知道怎么悔改，知道怎么站起来，知道怎么样回到神面前。当然他也预备了这些救赎的这些工人，包括再来要接任的撒母耳我们就会读到，还有后面的一些大卫王扫罗大卫王。好，我们这边简单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析跟分享我想我们今天也要能够深自来看到这段历史，这段战役我们自己可能是教会的领导者，我们自己可能是家庭的领导者，我们自己也是我们属灵心灵神的殿自己的领导者。领导者不要犯错不要不自我检讨然后想要只会求神帮助不要把神当成世人的偶像物化，像外邦人一样也不要自以为有智慧，都用自己的方法，自以为神喜悦其实这不是圣经真理的方法，因为没有遵守圣经所以才能够得神的悦纳了不要靠世界，不要靠物质要认识真神。好，那我们来先简单分享到这里，愿